时就是感觉他们说起来以后头头是道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结果我自己都答不上来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压力好大呀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想着怎么办，那就恶补了。我就从信号工开始干，因为我这样干起来我舒服，因为我信号工的话，我可以一路一路把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了解。我们只要发现有什么我们处理不了的故障呢，我们就会习惯性的想到它。对科技这方面啊，我特别的这个喜欢，结合我个人的兴趣啊，有时候干着活啊，他就感觉不到累，真的很充实。有时候把东西弄出来啊，也很有自豪感，很有成就感。